油面筋塞肉直接下锅炖是大错，教你正确做法，去饭店都吃不到哟。咬上一口鲜嫩爆汁，非常入味，做法也简单，一拳三连，求个关注。首先准备一斤前腿肉，先切成小块，最好放点肥肉，这样吃着才解馋。都说现在的猪肉便宜了，我今天买了一斤，花了14.8块，大家说我买贵了吗？切好之后把它做成肉馅儿，最后把它做成像这样带有颗粒的肉馅儿就可以了。把它放到大碗中，下面挑馅儿，放入一个母鸡下的蛋，放少许的食用盐，放点胡椒粉去香增腥，一勺生抽调味，一小勺鸡精，再少放点味精，100克葱姜水分2次倒进肉馅中，抓拌均匀，再顺着一个方向把肉馅搅打上劲。搅肉馅的时候大家观察一下，如果这个肉馅黏黏的非常的干，把剩下的葱姜水全部倒入，再一次把它搅匀，最后一直把这个肉馅给它搅上劲，用手轻轻的一晃，非常的有弹性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放点葱花，不喜欢吃的可以不放，用筷子搅均匀，拌匀之后这个肉馅就调好了。接下来准备一筐油面筋，我们买的时候最好要一个一个的挑着买，买这种又圆又好看的，趁它不注意的时候用手指给它戳个洞，像这样转着圈，轻轻的再捏一下，大家看一下，像这个状态就可以。再把里面给它塞满我们挑好的肉馅，尽量给它塞满一点，这个肉馅塞得越满越好，这样做出来不塌陷，非常的饱满。把每一个油面筋都像这样做，给它塞满肉馅，全部做好放到漂亮的盘中。下面锅中加水烧开，把它放进来，盖上盖子，上气计时蒸10分钟，另起锅倒油，油热放入小料葱姜蒜辣椒，先炒出香味儿。炒香以后放入一大碗清水，放入少许的生抽，一勺难得调味品，适量的鸡精，一块白颜色的冰糖，适量的胡椒粉。这时候把蒸好的油面筋放进来，把盖子盖上，小火炖10分钟左右，时间到了打开看一下，个个鼓悠悠的，非常的漂亮。这个时候给它放入一点点水淀粉，勾个薄芡，这样就连里面的汤汁也特别的浓厚。烧开之后上面撒点葱花和红椒丁点缀，最后放点香油，美味即成。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，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，给它装盆，一道非常好吃的油面筋塞肉就制作完成。我偷偷的吃了一个，比酒店里做的狮子头还美味哦。最后把汤汁淋到上面，上面再放点香菜，看着非常的高大上，端上桌就可以和家人美美的享用了。大家看一下，个个圆润饱满，色泽红亮诱人，咬上一口鲜嫩爆汁，不腥也不柴。喜欢的家人你也收藏起来试做吧，过年过节的时候做上一份这样的油面筋塞肉，端上桌人人夸你是大厨。关键它的做法也非常简单，如果大家感觉我做的不错，请留下你宝贵的爱心，收藏转发支持一下。祝你身体健康，生活愉快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